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以奶金掌厨。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啊！谢谢这个 YouTube 的朋友呢收看我们的直播，也谢谢这个朋友们呢到这个飞碟午餐，脸书的飞碟午餐年尹乃菁时间呢来为我们点赞啊！我想今天这个新闻啊，因为对于香港来说很重要啊，然后对于美国来说呢，美国众院呢就通过了这个法案，对中国来说呢也很重要啊，所以中国大陆外交部呢很快啊就在。美国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保护香港法案，还有这个与香港站在一起决议文之后呢，大陆外交部呢就立刻呢发表了非常严厉的措辞，非常严正的这个声明，对于美国呢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啊，就是谴责啊。我来先讲两个是声明给大家啊，第一个呢。是外交部的发言人啊，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他说：“我们对美国国会众议院执意通过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当前香港面临的根本不是所谓的人权与民主问题，而是尽快的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维护法治的问题啊！美国众议院呢，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把肆意纵火、打砸商铺、暴力袭警等严重犯罪行为，等严重犯罪称为人权和民主问题，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充分暴露了美方一些人在人权民主问题上的极端虚伪和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牵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啊！他就说，美国在香港也有重要的利益。如有关法案最终通过惩罚，不仅将损害中方利益，损害中美关系，也将严重损害美国的自身利益。对于美方的错误决定，中方必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反制，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耿爽的声明说，我再次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奉劝美国认清时事，悬崖勒马，立即停止推动审议有关涉港法案，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这是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发言啊，发言人的措辞严厉的声明。然后国务院的港澳办发言人呢也发表这个声明啊，就是严正抗议，强烈谴责，巴拉巴拉巴拉讲了很长啊。好，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美国通过的这两法一决议啊，决议案本身呢是没有任何的效力的，它就是代表着一个立场。那这三个案子啊，两法案一个决议呢，都是用口在众议院都是用口头表决的方式呢无异议通过，因为接下来呢还要送参院啊。其实没有意外的状况的话呢，参院呢应该也是会通过的啊。好，你这个没有效力的这个决议案呢的内容呢非常的诡异。他说他这个全名啊，是他这个全名呢就是非常的诡异，全名是承认香港与美国的双边关系，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干预香港事务及支持香港人民抗议权。这个全名太奇怪了吧，什么叫做承认香港与美国的双边关系？香港是什么？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美国是透过一个没有效力的参院，透过一个没有效力的决议案把香港独立化了吗？你承认香港跟美国的什么双边关系啊？然后写的又不清不楚，然后呢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干预香港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干预香港事务，香港是中国的，是谁在干预谁哈？就这个决议案本身是非常的奇怪的啊。我觉得他的这个与香港站在一起啊 Stand with Hong Kong Resolution， 他这个如果说你真的要跟香港站在一起的话，他唯一的只有一个支持香港人民抗议权是合理的，其他都是太诡异了。香港是什么？什么叫做承认香港与美国双边关系？好，那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干预香港事务，香港是中国的。好，然后呢这决议文本身呢没有效力了哈，就不必
就不必再多讲了啊，因为他的追文这个是内文很奇怪。他说要这个美国行政部门确保贩售给香港警察的弹药及人群管制设备不会被用来镇压香港的和平示威运动。美国的这种对外的，不管是卖武器啊、卖各种的这个弹药啊等等啊，什么人群管制设备这种高端的哈，不管是是电击棒，或者是说各种各样的这个设备，你卖出去了之后，你怎么控制啊？你怎么控制呢？你今天这个卖给很多国家的这些的飞弹，很多都可能在这个战争之中，或者是在抵挡这个外力这个入侵的时候，它都有可能去误伤民众啊。什么叫做不会用被用来？这就是写的好玩的嘛，哈，这写的这真的是这种决议案的这种文字写来就真的是自我安慰自爽的，然后写给香港人看的啊，它不会发挥任何作用的。好，那我们来看回到这两个法案本身，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还有保护香港法案啊，在这个法案及一决议通过之后，美国的众院议长的佩洛西呢是发表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谈话了哈，我觉得他被他自己感动了啊。他说呢，如果美国因为商业利益选择不为中国人权发声，我们将会失去能为世界任何地方人权发声的道德权威性。那你就去问问川普吧，好，你就去问问川普吧，美国会不会因为商业利益选择不为中国人权发声？肯定会的，很快就会发生了。这件事情呢，美国因为商业利益不为中国人权发声，不为香港人权发声，这件事情呢很快就会发生了啊，就在十一月中啊，就在 APEC 的领袖峰会之前的时候，就是为了就川普他就是会为了跟中美跟中国之间呢达成一个贸易谈判，他必定会做出相当程度的这个妥协，即便没有办法完成最终的协议，他也会为了他的选票跟这个中国大陆做妥协的。而且美国呢，过去难道不曾经为了商业利益而不为某一个国家的人权发声？多的是啊，不只是商业利益，还为了这个美国的国家利益，最重要就是为了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呢，当他决定不为这个国家而战啊，因为他不会为了其他国家而战，他都是为了他自己的霸权地位而战的。当他做了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他什么时候真的是基于人权的理由、民主的理由来去捍卫呢？那人权、民主这些呢，常常都是幌子啊。在这个冷战时期的时候，是为了去压制啊、钳制这个苏联势力的这个扩张啊。然后呢，等到呢冷战结束之后呢，现在呢就是为了贸易利益啊，然后去征战啊，为了在谁是要去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而征战。所以佩洛西这番话讲的是不错啊，但是呢这就是一个无比虚假的啊，因为美国他们实际上所做的事情呢，跟他们所通过的这些冠冕堂皇的这个词藻完全就是两回事啊。然后在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这个版本，目前的这个版本啊，它规定说美国总统在法案通过的180天内及未来至少每年要点名制裁侵害香港人权的人士，他可以动用的措施呢，包含冻结资产，还有让这些人和他们的直系亲属没有资格取得签证入境美国，或者是取得临时入境许可。那现有的签证呢，可能会被撤销。你说这个呢，对于香港现在的警察啊，被奉命啊，再去执行他们勤务的这个警察会不会产生这个作用？我觉得会，好，我觉得会有相当程度的这种寒蝉效应啊。如果说港府呢不出面处理警察跟人民之间的跟抗议群众之间的冲突的话呢，他会对他们产生影响。我怎么那么倒霉啊？我今天呢，我也是奉命来行事，而且我今天站在抗议的这个街头的时候，警察他也受到很大的这个生命威胁啊，他也是被丢汽油弹啊，他也是被这个棍棒啊，然后甚至于是一些致命性的
攻击性的这个东西呢，抗议群众人士手上所拿的东西，他的生命也被威胁啊。他落单的这个警察，甚至于不是落单的警察，他们也常常面临到这种快要围殴甚至致死。我们看到那个画面，那个警察开着一个便衣警察，他开着他自己的车，开着他的车子就进入到这个群众这个区域的时候，群众砸他的车，打他的车，把他从这个车里面逼出来，他手上按着他的这个手枪，他还没有采取任何的这个举动的时候呢，就被乱棍棒打。他拔出来枪，然后去开枪的时候，他觉得他快死了，然后打之后呢，还又被汽油弹扔，就他们也受到这么严重的这个生命威胁的时候，你如果说港府不清楚的处理这件事情，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我干嘛要冒着这么大的一个风险？我的小孩，我的家人，我们可能都要到为了教育，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可能要到这个美国去，然后我现在就要受到这种阻碍。那他们会受到影响？会，我觉得他们会有一定程度的寒蝉效应。可是呢，这样子的一个法案，它很偏，它很就是选边站的非常的清楚。那对于在抗议的过程之中采取如此激烈手段、暴力手段的这个民众，美国它就是完全的是双重标准。在这个在美国的任何的地方，你今天如果说有一个抗议的这个群众真的是拿起了汽油弹往警方这样扔的话，你觉得他的下一步会是什么？他的下一步会是什么？他肯定啊，他不是被举枪，被这个警察，防暴警察呢举起这个枪支呢，不管是正中他的这个四肢，或者是因为他已经是采取了一种攻击性的暴力性的行动了，他如果不制服他的话，这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影响威胁性有多大？好，甄方达他们在抗议，美国这些大明星他们在抗议的活动之中的时候，双手被带铐带走，这事情都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他们通过美国的众议院通过这样的一个法案，很清楚的就是在中美现在贸易大战、各种大战状况之下，美国国会做出这样的举动，成全了美国的面子啊，表示呢，就是说我们美国的国会，我们有很庞大的这个民意的力量，我们是支持香港的民主，我们是支持香港的人权的。但是他行政部门，他对自己的美国的行政部门，他根本就什么都管不到。你川普要怎么做，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他今天要去限制那些迫害、制裁、要去侵害香港人权的人，去冻结他们的资产，然后这些人以及他们的亲属没有资格取得签证。你如果美国不这么的伪善，哈，你有胆，你就直接指明今天在背后呢最大的让香港陷入没有自由、没有民主，这就是美国人讲的嘛，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最大的这个罪魁祸首是谁？最大的头是谁？那当然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那你如果说你今天敢直接点名啊，是习近平他们的统治集团造成香港这样的结果，那川普不要去跟他谈啊。那美国应该要限制入境的是谁？是习近平啊及其团队啊。那刘鹤也不应该让他去啊。那你川普你也不应该在 APEC 跟他会面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行政部门扮演着一个超级大白脸的一个角色，超级大白脸。好，然后我讲的这个白脸呢，是戴上了民主、人权、自由的面具的一个白脸的一个角色。那可是背后，不是背后哦，还是当面的，在国际场合上面呢，公开的啊，要和这个中国大陆谈成大交易的是谁？是你美国总统啊！这个香港的抗议人士呢，如果因此呢就这么的觉得开心，觉得说哇，我们有这个美国国会的强大的这个支持，中国呢终究会低头，那就真的是太天真、太可怜了。